Hello， 大家，我是阿伦，继续玩数码宝贝大冒险的，然后继续过我们的主线女性对决女恶魔兽的，然后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黑暗螺旋山，大家做好准备了吗？ついにスパイラルマウンテンまで来たのね。メタルシードラモン、ピノッキモン、それに無限ドラモン。私たちの力だけじゃとても倒せなかった。そうね。いろんなデジモンが私たちを助けてくれたからここまで来れたのよね。でもきっとみんなが揃ってないとピエモンには勝てない。太一さん、いや、なんでもない。さあ頂上に急ごう。所以不管大家跑到山前快要到山顶了，在这里最后休息一下，聊天时间都留休息就是。来到这里之前，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是吧？大家一起来的话就好了。大一我们还会和大家见面的吧？我也不知道，那是当然的吧？那是当然的。虽然每次都是大家各走各的路，可是到最后还是会走到一起，不是吗？确实说的没错。我们尽可能做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连同不在的各位的那一份一起，哦，选对了。哥哥他会回来吧？当我还在自己沉迷自己事情的时候，那家伙已经在为大家的事情开始行动了。刚开始那段的时间一直是在吵架的，确实是这样。那样的话就不需要担心了，那家伙不是那种会丢下同伴的人啊，王小静哥哥。害怕吗小哥？不害怕，虽然在吸血魔兽的时候什么都做不到而害怕，现在的遗留兽也和我在一起，小光由我来保护。大河他们现在在哪里？我相信大河他们。哥哥这么说的话我也相信他们。哦，好的，公子郎，恐怕照这样下去的话是战胜不了小丑皇的。公子郎，我也是这么想，如果被行踪的孩子不联合起来的话是无法站立的吧。果然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能走到这里也是正因为有战略的关系嘛。战略是要思考才会有的。我才期待公子郎，好，出发。哦，继续走。太极あれは確か注文が言ってたよね。ダークマスターズはスパイラルマウンテンのてっぺんに住んでるって。じゃあ、あそこに見えるのが奴らの住みかか。誰が来る。え、おようこそ、かわいい坊やたち。なんか嫌な感じのデジモン。あれはナイトメアソルジャーズの一人。疲れたでしょ。さあゆっくり休んでいいのよ。永遠にね。突然间就开打了，女恶魔兽，妖女魔剑吗？喂，还能连续行动？恐怖地带什么？加防御啦，还是加什么？我管他呢。哦，恐怖地带是反击的吗？好吧，进化先。ガルダモン、覚悟しなさい。哦，看来好像麻烦这张。マトラカブテリモン。一般连锁。シャドウウィング。哦，三千多的这。那用第一招打好了。シャドウウィング。哦，那个用二次行动。
有点吸血的，完蛋。果然是吸血的，反击啊！呵呵，又来。又反击啊，哎、欸，这次没有中，算了，战斗龙卷风。再来一次。你不要来了，哇、哦，残血了，被虐。我还是补一下血。好，这次就加攻击。就是这一招我最讨厌的，又没中。雷姆托尼诺，我守了一下，守回他一下。雷姆托尼诺。哦，残血啊！又反击了，补血啊！这次射他一下，1300多分，全部残血，悲剧了。4200，太好了 ！T 八连锁，这下送了，拿去。2900，为什么我战斗不能打他，反正没有人痛。可以的，攻击。送的1300，他再准备一次。好的，这边要射他，应该赢了吧？搞定。升级。ピエモン様。やったわ。ダークマスターズ最後の一人。ソラ、お前にしか頼めないことがある。タケルと一緒にヤマトたちを探して連れてきてくれ。だってピエモンはもう目の前よ。ピエモンは最後のダークマスターズだ。何しろとんでもなく強い。必ず最後はみんなの力が必要になる。太一さんの言う通りだ。太一。サッカーと同じなんだよな。え？ヤマトやミミちゃんがいなくなってわかったんだ。がむしゃらに戦うだけじゃダメだって。これ以上犠牲を増やさないためにも。大地のさっきの言葉、必ずみんなに伝えてくる。あ、急いでくれよ。タケル君、行こう、ソラさん。アグモ、頼む。オッケー、太一。気をつけろ、そいつは手強いぞ。有打吗？没有打过那边。
所以他派那个空去找大河的，然后这边就接下来是讲章的剧情嘛，这个就等下次再玩了。好，这次的时光就到这边为止，谢谢大家，拜拜。